孙若要生生不息的时阵，这粒地球来顾好。顾好自己的家园自己救。来自泰国的 Silawan Nawa 在台湾念气管研究所，听导览时深刻了解水资源有限，反思如何珍惜使用，也要把相关的知识带给周遭的人。回溯的时候，应该，我要告诉，朋友，告诉很多，爸爸妈妈，很多人，应该不要浪费，因为有很小的，水。有着利落短发的文文，从中国广西省来台湾旅游，听说大爱馆有看头，旅程最后一天特地来走一趟。他会引导你怎么来参观，然后跟你讲解我们这个展览的具体的意义，而不是说我自己随便来逛一下。用心听，仔细看。因为我平时有关注过一些像塑料这些再回收可以做成衣服、鞋子和包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。而这次呢，我可以看到，就是它有整个的环节展示。每个展区都在强调环保，不管吸收了多少，重要的是回去要落实，从自己做起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纪月煌、杨新化，台中报道。参与。